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新玩具。我们把玩具拿出来。这辆是狗爷爷的拖车，狗爷爷可以驾驶它出去帮别人拖车。这是狗爷爷，狗爷爷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。我们让狗爷爷来驾驶这辆拖车。我们再让丹尼上车。狗爷爷要出去帮凯蒂猫拖车。我们把凯蒂猫的跑车拖去维修。我们再让猪爸爸来驾驶这辆拖车。我们让佩奇上车。猪爸爸要开车送佩奇回家。佩奇回到家了，我们让他下车。我们让佩奇上去二楼睡觉。我们再让猪爸爸下车。我们让猪爸爸过来坐在椅子上。